一碗鸡汤让荣浩洋泪崩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在干什么？讲过多少次，这个圈子里不能待，乱七八糟。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？那他为什么会碰毒品？你是他爸，哎，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才对啊。我跟浩洋之间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变成他不相信我，我不相信他？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让爱飞扬，在中视。